欢迎订阅娱乐小公举。今日美国电影网站 TC Candler 发布了2017年的全球最美和最帅面孔100人名单，男生组的冠军就是防弹少年团的 V。 防弹少年团去年还在榜单第60，今年就一跃成为第一，恭喜恭喜。除了 V 之外，救国也排在第13，十分靠前。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担任水行侠主演的美国演员杰森·莫玛和独行侠等片演员艾米·汉默。而近日在社群网络上公开的 V 童年照片也引起关注，干净有型的眉毛和又黑又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，一看就知道长大后肯定是帅哥啊。此外 EXO 和世勋合开分别在第9和第38， GOT7 的 Jackson 和 Mark 分别是第35和 70， SEVENTEEN 的文奎和云佑分别是第49和 72， Big Bang 的太阳从去年的第3来到第19。